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这是新加坡最大的 Fairprice 超市，在 Vivo City 里面。OK， 我们上进去吧，进去要扫这个 QR 码。好，我们进来了。进来这边，它这间是新加坡最大的 Fairprice， 然后这一间其实才刚开没多久，之前的话是另外一家 G 开头的超市，好像是店租的关系之类的吧，然后所以才换现在这间 Fairprice。 哦，这个好酷哦，这个是菜耶，所以可以在家自己种菜的意思哦。嗯，很赞啊。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任务在身，就是我们要买寿司。然后这家的寿司，它的选择比其他的 Fairprice 还要来得多。然后 Fairprice 的名字其实又有另外一个叫做 NTUC。对，好了，我们到了寿司区。你看，现在真的很丰富。这区是9:30的，然后这区是15:30。我之前是吃9:30的，就很饱了。OK， 因为它现在9:30在promotion嘛，然后我们就大概挑两盒。这盒还不错，先挑起来。然后就挑这两个好了，一个绿色，一个红色的。还是要吃 taco， 这个有 taco 跟鲑鱼 ，taco 鲑鱼。那这个有蟹肉棒，这里有 taco， taco 跟两个豆盒，还是挑这两盒。好，我挑这两盒，这盒有 taco 跟豆盒，这个有蟹肉棒跟蛋。玉子烧，我朋友最爱吃玉子烧。好，接下来跟这一间真的很不一样，里面还有厨房哎。The kitchen， 这边还有面包店。水哦，对对对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 Zero 的海泥根，新加坡现在最近超红，大家都在喝。这边我最喜欢的是他们有机的东西真的很多，可是有机的东西都很贵。好，我要先买个养乐多，养乐多这边叫益多，英文一样叫雅口。OK， 两盒寿司跟一个雅口。好，接下来是绿茶，我们要挑无糖绿茶。哦，你看里面还有夹娃娃机耶。看一下俯瞰的样子，这新加坡最大的哦。它这个有结账区，那我们现在上2楼。它1楼主要是生鲜的，我跟你讲，它2楼其实我不输台湾的家乐福，我跟你说。好，这边是清洁用品区，这边有杀虫剂。我们在上楼，我要上两层。酒，啤酒、红酒区，
图，海尼哥在送行李箱。好，我们要买绿茶，绿茶看到了。OK, no sugar。我会选这个跟这个各一个，两个刚好是3.3。Hi。The drink come in separate. A separate beer is it? No. One bag. This one, one bag. Thank you. Pay visa, please. OK, 我们出来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再回去 basement two， 要回到卖场里面，然后再绕出去到圣淘沙岛找他。好，现在跟大家讲一下，你在 Vivo City 你可以坐手扶梯或者是电梯到三楼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怡丰城捷运站，有没有？怡丰城捷运站，然后现在呢是免费的哦。对，因为可能疫情关系要开放圣淘沙的观光，所以它就是开放给居民或者是在新加坡没办法回去的观光客。那现在是免费的，以前我跟你讲，从这边进去要4块钱啊，然后小朋友3岁以上也要收4块钱，现在全部免费。对，进去了，真的 for free， 我进来了。那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等，然后我要到那个，我要到。那个叫什么？赌场那一站。赌场那一站是环球影城那一站。那我朋友在那边。圣淘沙最近的 pass 售价。哦，因为圣淘沙岛这边还有一个那个蜡像馆。蜡像馆。就是有环球影城，然后蜡像馆跟赌场，还有海洋馆跟水上探险乐园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左边找我朋友。这个是康福饭店里面呢，哇，都没有人呢。我跟你讲，这边以前都是很多的
观光客，然后很多大陆游客、香港、港澳的游客，因为他们可能去赌场赌完之后都会来这里消费，那买一些名牌回去。可是你看，现在店几乎都没有开耶。我看在沿路上，员工都比观光客还要多。Tiffany 有开，这是 Tiffany。手表跟包包的地方，那这里有一只大象，脚很长的大象，这边下去就是卡西诺了，你看都没有人。那以前这里是游览车上下车的地方，然后他们观光客就住在这个饭店上面。好，朋友的店快到了，这是维多利亚的秘密，然后这是四环路士奇。店到了，噔噔，给大家看一下疫情期间的圣淘沙，噔噔，这边是缆车的出入口，然后往这边。左边是很多商店啊，鼎泰丰跟那个水族馆，那个海洋馆，然后还有水上探险乐园。右边的话是环球影城。以前呢，还没有 COVID-19 的时候，这边有那个水柱跑上来，就是喷上来，然后很多小朋友在这边玩，很多家人在这边玩。你看现在很冷清。很冷清，然后这个是环球影城的那颗大地球，这边有那个环保的机器，这个它现在是吃20个瓶子，然后吐一个 receipt。看看看看，人有没有很少？以前这边排队啊，都要排队拍照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超少人。
话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